粤是哪里的车牌？粤是广东省的车牌，粤后面的英文字母则表示相应市区的汽车管理所代号，具体如下：粤 A 代表广州市，粤 B 代表深圳市，粤 C 代表珠海市，粤 D 代表汕头市，粤 E 代表佛山市，粤 F 代表韶关市，粤 G 代表湛江市，粤 H 代表肇庆市，粤 J 代表江门市，粤 K 代表茂名市，粤 L 代表惠州市，粤 M 代表梅州市，粤 N 代表汕尾市，粤 P 代表河源市，粤 Q 代表阳江市，粤 R 代表清远市，粤 S 代表东莞市，粤 T 代表中山市，粤 U 代表潮州市，粤 V 代表揭阳市，粤 W 代表云浮市。另外，粤 X 代表顺德区，粤 Y 代表南海区，粤 Z 代表香港澳门进入内地车辆。